收看《饥饿游戏》。我想今天我们来到哪里呢？就不用多说了，因为背后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泰囧。大家今天要台中好好奋斗一下，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吃到东西哦。那从我这边介绍起好了，我们欢迎吴尊。Hunger。 那今天这个其实除了这些之外，今天还有一位重量级的贵宾。哇，其他的辈分来讲，何宇文也算是小咖而已。真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掌声欢迎沈文成。Hunger。牵挂，来大众，来拜呀客，大家都好好啊，甲看。我现在非常的窝心，也非常感动，这么多小弟弟小妹妹哈，肯到台移驾到台中来看看我这个独居老人呐。哎呀，别说，我真的是好窝心，很感动，因为拜呀客，算是我怎么讲？留下很多很多这个回忆跟丰功伟业的地方。哎呦，因为我这个钓鱼的历史应该是从这条溪开始。真的，我以前在这儿啊，钓到被白鸭客客定茶子溪的溪长。哎呦，钓鱼钓到溪长，客定了。我们今天还是要讲，沈哥你加油。你今天要努力哦，才可以吃到东西。对，我有耳闻了，你们这个真的是没有，我们可以让大家体验到饥饿的感觉，珍惜食物。对，我们的宗旨是珍惜食物。啊，真的哈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们如果有缺什么要鱼的话，我帮马上钓，马上钓。OK， 好了，欢迎沈哥，欢迎，太开心了。好，那么主谋，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嘞？我们先往旁边移动一下。旁边？你这边啊？哎，有牌子。机会跟命运，大家选择机会还是命运？选边站是不是？选哦，两边。沈哥，您先选，你想站哪一边？那我就机会好了。机会，那就站过去。沈哥，我怼你。啊，是啊。不论安怎，我拢怼你，好不好？对，就分直接分两边站，直接分两边站。啊，是啊。哦。对，对，最多五个，对不对？随便了，都可以。要选机会吗？机会吗？你们那边，我们现在目前机会是三个。好了，我知道你，好，过来。来，女神，你今天一边是四个，一边是六个。嘉威，撕下来。是，先是机会，机会也可以啊。机会啊，10%。什么意思？可是他们可以吃，他们可以吃10%吗？那我们就5%啦。6%。什么意思？这个是输家充饥卡。哦，输家充饥卡，输了才能吃。各位只要在前三关输掉的，就可以随机使用这张输家充饥卡。哦，每一张卡可以使用一次而已。好爽哦！有人性啊！对，有人性了，有人性。我们是吃人比较多，我们吃的比较多。哎，这个不错哎。把壳，我们要丢骰子。下好离手之后，假设这一趴是丢到命运，然后桌面上有压命运的人就可以是好的哦，我要对的是白压的哦 ，OK。所以待会有一个阶段会用到这个东西，三个人开始要了，所以呢，就是有机会啦，就是人人有机会，个个没把握的状态，因为最主要还是自己的运气是很重要的。对，好，所以大家好好加油一下，一开始就有先抽到一个有机会可以冲击的卡片，大家加油，好，前进第一关 ，Go！哇，雷你好。关主怎么似曾相识呢？对，是不是？是。我们之前是在柳川的时候。是的。哎呀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法子溪的门户水岸廊道。门户水岸廊道。是的。哎呦。对，大家我们往我们的后边瞧，就是我们高铁行进的地方。高铁行进，对，就在溪旁边。是的。对。那今天那个要带来，帮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美食？OK， 那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台中南屯区的美食小庄挂包。哦，这一间口水啊，这一间梅干萝卜丝挂包，跟它的现打的地瓜豆浆都是
在他们的销售排行榜上面地瓜豆浆蛋。颜色它应该是紫，好像玉米吧？对，它是现打地瓜，紫地瓜，紫色的地瓜，对，紫色的地瓜打的。然后它的挂包也不一样，一般挂包呢里面不会有蛋，然后也不会有萝卜丝，它是梅干菜的萝卜丝，再加上蛋，人间美味啊！这个肉这么大一块，你看啊，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吃到东西，好不好？我们谢谢我们总工程师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现在前面看到的是溪流，对不对？然后再看到了沈哥，会不会待会比赛钓鱼啊？就看谁先钓上一条。沈哥在钓鱼界是鼎鼎有名的，没有什么可以可歌可泣的啦。他就是钓鱼钓到全世界钓鱼钓到拿金钟奖，就是我。哎呀，他到底能不能够钓鱼嘞？请念。两队进行西海刀郎杯。鱼汉大对抗赛，队员轮流抽牌决定钓鱼模式。真的钓鱼，每棒先钓满五分，率先完成五棒并夺标之队伍获胜。钓鱼怎么有可能？这钓鱼太难了。对了，赢不。钓的嘛，不见得，不是，哎，陈哥，我们的程度也只能钓这种了，真的哎，这边有讲到哦，各位，它是决定不同的钓鱼方式哦，所以代表不是用手这么简单而已哦，看哪一队先完成，这就很重要了。倒计时是这个，倒计时是这个。那现在我们要来分队，分队来，大家往后走，好，先抽先不看，各拿一张，来，沈哥也拿，不要看，好，从亮泽那边来。亮牌，脚夹钓竿，超难的，那很难稳定哎，而且重点是这边风很大。对啊。OK， 来看一下石轩的水草钓竿，而且是似有蹊跷哦，有蓝色跟黄色哦。好，来吴尊，我的是。脚夹钓竿，哎，两个脚夹钓竿被抽走了，被抽走了。腰板，哇！哇！钓竿好适合你哦，这样也太性感了。好，来千云，嘴咬钓竿，钓竿，哎呀！哦，来女神，信吗？一二三。头戴钓竿，头戴，哇，这个最难，这个还好啦，头戴头啊，最难哎，视线很难看到，对啊，会被冻一眼哎，真的，来，好吗？Yes， 太稳了，哎，我没有先抽哦，来，三哥，腰绑钓竿。所以现在我们蓝色的我先聚集在一起了，应该是蓝色一队了，四黄四蓝我们两个一起开，一二三，哦，分手了，分手了，耶耶，好，所以两边加油啦，哇，这风很大，这真的超难的，尽力，听声音，预备。好难，好晃！加油啊！不行，还是不会啊！文杰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要最简单的，加油！四分！五分！碎！好，来！我现在可以开了吗？可以开了吗？来！我今天穿这样子，刚好就是一个。哎，我拿到都超高分哎，我一支五，一支四。哦，这要靠腰力。对，要很稳哦，要很稳哦。啊，他们已经钓完了。稳住！钓完了，钓到了，钓到了。你去抓那个他开口闭口的，然后等鱼。哎，这。我嚼得很难呢，但其实我觉得应该每一个都蛮难的。我一个咬了，刚才咬住，对，拿起来，给镜头看，给镜头看。两分，快，来继续。他逼拉，他有逼吗？什么时候逼？什么时候拉？他不逼啊。四分，四分，四分，加油队，四分加油队，加油！
不急不急，再一个三分就有了。对对对，咬住咬住，拿起来拿起来。哎，掉到外面可以，五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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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进去，拿拿过去。快点快点，我厉害了！快快快快快！我跟你讲，我估计沈哥他会花很多时间，我们要帮他争取一些时间。不要在乎口水流下来，没有形象问题，好不好？对，加油。为什么有一种预感哦？就我们在这边看戏，看到游戏结束了以后，我们三个还在这里哦，有可能哦，有可能啊。就他已经掉一条四分，就他们已经在我这边，刚刚有一条四分了，他有掉到了，下去就差一条，现在就差一条。我以为他一条都还没掉到哎，对，现在就差一条。后面只差那一条，就掉半个小时之类的。究竟笨头笨脑的河马宇文会不会被队友说中，一早就担下老鼠屎的大位呢？我第一次看老鼠也会吐水啊！沈哥，你的摇滚浪子发型不见了嘞！你怎么考上是摇滚浪子啊？我玩游戏现在是游民，现在是街友。刚刚有一条四分了，下去就差一条，下去就差一条。我以为他一条都还没掉到哎，对啊，现在就差一条。后面只差那一条，就掉半个小时哎。好了，来，你看一下，他过了，过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往里往跑跑跑跑跑，让谁跑？好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快快快！谢谢谢谢谢谢。用水，用我们刚刚的招数，用我们刚刚的招数。对，等他咬住，等他咬住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等他咬住。哎，没有。来，拉起来。好，几分？看两分，来给我。好，来继续。靠着，对。哎，好，来。有。好，两分。再三分。没有啊。怎么咬住了？等他咬住，慢慢拉起来。对，看几分？好，还要一只，看他衰了。因为中间的分数可能没那么高，不一定啊。我刚刚也有夹到一只中间啊，对。中间因为这只得等他咬住，拿起来。好，四分过了。有了。来，这个不接力棒拿去。对。寻梦者加油！寻梦者，等一下，我觉得你这个还 OK 呢。我睡了！哦，哇靠！你根本就是靠头吃饭的嘛！现在他们第四棒了。啊，看一下几号？哎呀，好。来！哦，这个哦。加油！这个不完蛋！脚趾，我觉得你不要用大拇指吧，让他用脚趾、头夹、脚趾去用出力啊！来了！你干什么东西？你先扶住你的脚踝，大拇指掉下，你不要！我干什么？慢慢他们进五了，快！好，放上！加油！一只脚趾的，一分，再一个，第五棒了，福哥！好，抢分！打工！好，放进去！啊，不能啊！多少？快！好，你用腰轮，开始，直接开始，靠着，靠着，到他旁边，对，到他旁边等他，开到他旁边。好，你不要等他高过来，他会靠过来，快点哦，哎，放进去就有。我真的很难了。看大家都到最后一关了，没关系，再来就是比实力跟运气。对，五分，三分。有，等他咬住，好，起来，看有没有，一定有，过来，
来，我们一起，一起，一起。呀！来，数到三，预备，一二三，耶！哎呀，老外幸不入命。哎，沈哥，你也腰好呢。哎呀，好腰力，很稳呢。你讲个功力，卡塔乌那个软骨中在训练到。我们都已经聊完钓鱼跟金曲奖了。唱了一首歌呢，还唱。有了，有了。来来来，运动加精神，有完成，有完成，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。哎，兄弟，不好意思，沈哥，我怎么在你们手上了？哎，旗子在我们手上了。你的腰力怎么会行呢？这把年纪。我都不知道，所以说我这几年就是哈、啊、省吃俭用啊，为了节俭，让他们浪费投资啊。但那一关沈哥那很顺利，好稳好稳，他很会抓那个感觉。对对对，我们第一关结束的时候，你们已经在第四关。对啊，超快，真的对，怎么那么严啊？真的懂吗？我们光何宇文，我们一定是我们后面的人一直自己在跑来跑去。小妹，在聊天就是你。好了，恭喜蓝队获胜。吃东西。Blue， yeah， blue blue。而且在刚刚那关，我们也见识到了沈哥的腰有多好。哎，对呀、啊，真的是真男人呢、啊，真的好腰力啊。哎，但是你们不要骄傲哦，因为呢，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东西，叫做输家冲击卡。没错哦，你是机会，大家都是，他赐个命运，所以如果他要愿意压的话。他如果愿意压的话，待会他会以你们抽5%的人。对，而且搞不好他们会有，因为有徐梦哲，有搞不好徐梦哲是5%。对，嗯，那我最近没有那么长，最近的5%公是他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我告诉你，我来了，我就会帮你的。你刚刚拍了我一下背，感觉完了完了，运势会很不好。后来，沈哥，你来者是客，哎，你 lucky， 你选一锅站在锅前。lucky blue， 吹顺我流气，那把浪吹起飞。这是什么咒语啊？因为多心的夜中吹起，哎，结果还是中奖了。我对你，我对你好不好？好，你好不好？许梦哲，来来来，女生先选，你来来，好。那我就选没有人的、啊，对，我选没有人的、啊。梦哲哥选没有亮哲，亮哲，哇，可以来招牌，来这边先来，千羽这边数到三，预备，一二三，五八，三五八，哎，十趴，哎，10%，这样算10%？哎，你怎么才一个？人道一点好不好？哎，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5%哎。我是很不希望沈哥抽到5%了，还有你跟着他，他今天没有，不，他今天难得来，我相信他的气势，对对对，新手运，新手运嘛，夹杂着金曲跟金钟的气势，哎呀，腰又这么好，我面上进黑店也不要上贼船，没胡啊，啥没胡啊，哎，什么都没胡啊，数到三，两个一起开，预备，一二三，哎，三，哎，不对上。我是选胜的，我跟你一起，所以是可能是你猜赛，你抽起来那一刻，大家都在留言，好好看，好好看，好好看，新的5%公，新的5%公，新的5%公，好好看。该不会是我拍了你的背？对，哇，哎呀，还有筷子啊，不用筷子了，不用筷子，哎，我们有筷子，你们没有哎，啊，你们有，因为我们太小才用筷子。我老实讲，我觉得他们这个5%算大。我也觉得，因为在面包的，因为面包的分量，因为面包很饱食，哎，对不对？会很饱。你讲的没错，我刚刚塞进去觉得还蛮大一点。而且5%又有地瓜，这个地瓜，地瓜也是碳水化合物啊，对，所以它会饱。我们应该要这关用掉。而且我觉得制作单位也很用心，他其实把所有的料都切一点点放在里面，他没有漏掉。都很用心。好喝，这个什么地瓜豆浆，豆浆哦，出乎意料的好喝。对，回去我自己做一下。好新颖，好新颖的味道。它这个挂包里面那个猪肉的肥肉啊，一点都不会腻，吃起来很像是果冻那种的。哇塞，刚刚好，第一次我都已经听到口感的嘞。祖毛，我们要用可以吗？我要用。怎么样？决定要不要用？这里来，到这边了。输家的。好，来。可是如果我们全部都用，我们23关就没有机会。那搞不好23关赢了。我们已经吃饱了，5关的食物喝了会饱的，对。他那么大，我一定要用。原来现在有
个问题是，是如果我是机会，你们四个都是命运，如果我也压下去，然后到时候结果你们会讨厌我哎。不会、啊、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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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没有玩这个游戏前，其实情绪我们一直以来没有喜欢过。对，我觉得四个压，四个都压了，压了，后面会赢的。压了，哎，这个好好喝。压，我因为我跟你讲，良心建议，因为呢，你赢的机会都不会高，这个用的机会一定很高。他的，可是你后面会死，你知道吗？你要被人家看没用。其实是啊，其实你来，你算一下，你来有赢过关卡几次？我每次都第二名哎，对啊，我每次只输他，真的，一个5%都这么呛我，是吧？我刚28，我刚28啊。百合，命运，机会全部都白搭了。命运，命运，命运，机会，机会，机会。来来来，这边刚好是4分，四分，哇，好可爱哦，好丰盛哦，来来来来来，更来更来，火焰的概念呢？哎呀，好棒哦！你刚刚如果压了，你这一张就白白用掉，而且还是100，还是100，用掉然后还是100，对，要吃这个，好吃啊，这个开胃菜，有吃到这个面包类，哎哎哎，对，这个是饱足的，对，一定要吃，还有地瓜的豆浆，我们又来到了，哎呦！可是这里是第一次来，这里我以前有来过，带小朋友，这里很棒哎，第一次玩这个，哎，这个好好玩哦。馆主你好，馆主你好，馆主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全国最大的弹翻娱乐中心 AirGym 空气基因。那我们除了现场看到的设施以外，我们平常还有加设健身和技术课程，适合亲子同游、公司活动和青少年运动休闲。我们这个已经快要领残障手册的那个 ，OK 吗 ？OK， 没事，我们是3岁到60岁，确定确定，三岁到六十岁，16岁，这还刚好了。啊，我已经爆了，爆表，爆了一岁。啊，好棒，我不要了吗？不要，我来了，我就是要玩。对。好，那我们下面的美食呢？这个在这边也吃得到吗？可以，这个是我们台中有名的户社鱼味小笼包。哦，那这是我们的桂花酸梅汁。哦，酸梅汁，好想喝，好想喝。但是要玩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会员轮流进场进行下锅比赛，成功将敌对所有队员推落海绵池之队伍获胜。对，那应该跟徐梦泽啊，暴力王啊。每30秒进去一位队员，接力的概念吗？哦，有可能是2打1。好，哦，那如果有一队就一直掉，最后会变5打1。对对对。但是先讲好，不管谁跟沈哥同一队，全部都要保护他。好，没问题。推下去就保护啦。桌上有盒子。哎，为什么要摆成这个样子？为什么特别四个拿出来摆？是有蹊跷。嗯，真抽蹊跷。哦，4个那边，男艺人，我要分配好。女生抽出这个，男艺人他把女生都同一队啦。那就女生先抽了。嗯，女神，女神或女静嘛，静嘛，啊，女神先来啦，女神。都可以的。大家都想拿这个，这是运势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呢都已经拿在手上了，我们从沈哥这边打开好了。哎，黄色，红色海绵 ，yellow。哎，换队了，换掉，换队，有胜。耶！非常黄色，这一队好像还不错。我的黄队蛮强的哦。对，有六强，有六强。他跟你 OK 吗？好，千羽，你的健康是我的快乐。好，老蓝色。我要黄队，我要黄。石轩，蓝色，红红蓝蓝。好，女神，女神跟女神一起，你们应该是黄的。2、3。我们两个要保护女生啊！拜托问强，女神跟女神一起，那我们4个一起好了。1、2、3。耶！我们有女生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！3个战力不错哦，可是不行啊，我男生女生就对啊，这规则是怎样？就把他推下去啊！先不能用手。哦，太好了。
那男生你一把手背跳起来用脚吗？当然不行啊，都不能用脚，都不能。对我来讲，我还是很习惯。我曲棍球，每天都是肩膀撞。国家带队，对啊，本来还好。撞啊！所以你们黄队好自为之了，好不好？来。哎，两队都已经分好边了，我们的决战舞台就在这边。不是相扑场，相扑的这个场地好像有点长。这个如果以逻辑来讲，几十个人进去，真的就是大乱斗，真的，对，好不好？那请记得哦，男生只能手背后面这样子、哦。我们这边呢、哦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们这边第一棒就让你们后面都没办法上。我们第一棒就派许梦哲，很贱，哎，不行了，超贱的。主谋有话要说什么？由沈文哲大哥来决定两队的棒子。啊！啊！哎呀！所以这个逻辑没有这样，许梦哲不能让他，不能让他，他要让他最后一个。志丹体贴释出了劲脑优惠，究竟沈哥会如何掌握优势安排棒次？而队员们的战力又能否跟上他的期望呢？日本神圣的相扑比赛，在饥饿游戏却变成超开歌的乱赛。沈哥，手背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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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没有，还可以，你可以再来一个最前置。好臭啊！好臭！许梦哲是用生命在撞我哎。后来他调整完了，哎，这是你在做什么？他刚才是两个脚掌这样子。由沈文哲大哥来决定两队的棒次。亮泽要配这个第一棒，吴尊了，吴尊了，最怕，这样比较好玩。天哪，因为他的腰不行，我腰可以，腰很好。第二棒的话呢，然后我就小瓜 ，no 跟 no 跟子轩，好。那第三个我吗？你一样是应该是女生吧？啊对。我第四哦，我最后一个，因为我们总要有一个，比如我们万一兵败如山倒，我们还有绝地可以反攻。对对对，如果下台阶，如果最后剩五打一的时候，我尽可能撑播出时间。对，您的最后的对手可能就是他了。好，Oh my God！ 好，那我们第四个，那我们就第四个，我们是伤兵。好，来加油，加油！那我们青少年。Go go go！ 哎呦！呀！大哥，走边！白飞了！白飞了！虚张声势的一个最高境界，烂东西，烂透！体院的都丢脸，体院都不承认这学生啊！听到哨音之后，第二棒就一起进去了。你可以用手，你可以用手，你可以用手，你可以用手。哎，宝剑，你们要合作！哎，我不是，你们要合作。我真的。哦。交替抓得好啊，擦亮泽差很多了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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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他很恭喜你，他想要进攻，但是他没有想到进攻也有危险。下去，结果他就闪，然后就滚下来。哎呀，好，一样听到 BB 声之后，第四棒就出去了。好，不行，还是感觉太轰吧，轰吧。护驾，护驾，好，护驾。别接，小心，沈哥，小心。小腹的命，沈哥，小心！黄谷撑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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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土鸡哦。我就是用推土鸡战法。他们好像推土鸡哦。哎，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在。对对对对，有点三四。哎，我一个人要挡他们四个。要来先聊夏天，不可以。你们哎，真的不能轻敌哦。许梦，刚才王仁甫他一个人是顶了26秒哦。好，来了，预备。不是，徐梦哲是用生命在撞我哎！而且你们刚刚没有看到，刚才他剪刀脚的时候，他人已经下去，所以这个是后来他调整完的。哎，这是你的错。他刚才是两个脚掌这样子。啊！沈哥，还没有，还可以，你可以再来一个最前置。刚刚沈哥他已经是，你反正有两只脚了，不差多几只了。等一下啦，你要干嘛啦？我没有要换尿布啦，你不要把脚抬这样。换尿布我也会，我也会，谁的脚？不要用沈哥。沈哥，沈哥，沈哥，你是白痴哦。沈哥。你的摇滚浪子发型不见了呢！哎，你怎么早上是摇滚浪子啊？玩玩游戏，现在是油瓶，现在也像街友，怎么？这个叫花容失色。刀郎，刀郎，刀郎，哎呀，其他刀郎，他刚刚很厉害，其实关键是他，因为是他用他的一命换他的。对对对，我一直把他顶。没关系，我就跟你拼了。最后沈哥他是整个抱住我的身体，然后往后倒。然后我们一起出来帮他抓交替。老江湖还是不一样，老江湖还是不一样啊！好了，恭喜了。好累哦，好累，休息。好累哦。沈哥好厉害哦。还好吗？还好吗？可以了哈。价格巨低。真的，但是求子来外面顶啊。可是这个游戏男生不用手是对的。对啊。不然会很可怕。如果刚刚我可以用手，我应该可以把你们全部捂盖。对啊，我们就完了。我就是抓着那个，没有，你不用手，你可以把我用亏的一个推一个就下去了。我本来觉得我可以杀两个。你按掉。不要碰我。真的是，猪一定要做啊！真的。我没有让讲那个片头的时间呐，是我的错。对啊，我刚刚好像要表演，是我的啊，我这样讲我就下去。你走黑色的那段比你在场上还长。真的只有在饥饿游戏才可以看到沈文成大哥这么卖力。对，真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一关，可是我老实说，沈大哥老大力壮，我觉得沈哥有累了，有累了。而且跟上一关结束的时候有差。我刚刚好像断气了好几秒，被埋在里面。好了，来黄队，恭喜你们获胜，你们可以选。来，这三锅90的先选。90，我要选有姜丝跟酱料。好，中间的先站中间，你是第一棒，Senta 95的来陈沈哥选啊，我觉得你要这个，你要这个，我都一直抽五哎，我想我不要带赛他们，好啊，那你就那你就带，不是我已经连四，如果连上个礼拜到现在，我已经连四次或真的赢四次，然后都是五，你有计算的是，我们请网友帮我们计算一下，在之前孙杰是有多少次已经5%？有吗？我有一直都连续吗？有，他没有连续，可是你蛮多次5%这阵子，之前也是，你最近蛮多，对你从连开始之前你就蛮多。最近到底怎么了？你不要再拍我的背了，我好像被鬼摸到了。你这个在5%，我真的觉得。太悬了啊！要不然你还没选吗？对，跟我要不要？一起来，不要，我要跟王心怡。啊，你就跟我。好，那我跟沈哥。好，来从哪边开？保证不会失误。OK 了，数到三，1、2、3，15。接近完整的一颗。
没有，没有一颗啊，你正面看是一颗，啊，看正面看，接近完整的一颗，接近嘛，接近，接近，他们大概五分之三呢，五分之三，已经很满足了。好，到底是沈哥跟 NONO 会拿到五趴，还是鞋子跟宇文呢？倒霉吧。三、二、一，啊，一，啊。五八公啊，好看啊，节目好看，好刷起来，刷起来，你的香槟刷起来，好重，那个后置的，我要跟徐梦哲一样的那个特效。哎，欸，但还是要有等级之分，我是高达四十几的，他是祖师爷，对，我祖师爷，他是第一代，然后我们有慢慢有传承，对，增加冲击时间。哎呦，哎，欸，我有，好，你们也要，你要不要用？我用啊，因为搞不好我下一关会赢。对啊，对，两边都要用的，两个都是命运。哎，只有你们两个有。对，我们都用掉了。都用吗？都用吗？好，但是如果下次机会，他们也 game over。有 game over。对。能不能吃到呢？有没有机会？命运，命运，命运，机会。来的呢，好，恭喜大家啦！来，来，继续来吃，干杯！嗯，干杯啊！我怎么会一直抽？哦，你喝那是什么？最近运势不好，那个酸梅汤。有时候你在某一个地方运势不好，在另外，比如说感情啊，或者什么，感情没有好，好过啊。我来了。所以是，如果何宇文离婚，你会不会娶她？怕生活上有太多事会吵起来。对啊，我老公啊，没有，我说真的，他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女神，嗯，而且以那个时候大学生来讲，他是正的那种，他很可惜就是人狼拍到底。现在是人比较好相处。现在人，你现在完美。Perfect，所以你老公爱你啊。真的。今天真是太难得。虽然我们饥饿游戏呢，就是很常邀请到很多很特别的来宾，对啊，但是沈哥愿意来，我们真的是太开心。这个消息一抛出去之后啊，多少的网友一直在说，可不可以请沈哥唱歌？哎呀，不是啊，他的经典名曲这么多，对不对？来，亮哲随便说一首，请那个蒂拉来担当啊。对啊，你看你们啊，还最经典的小高手，伊的生活过着并不如意，虽然咱已经来分开，对你也是会来关心，漂泊的人民。来创治，啊，不知你伫倒位，然后嘞，今夜又是用着上好的暗暝，唱古今夜秘密。哇！还有一首很厉害。我们今天在录歌神，请上车吗？没有。没有。什么？你一直端着这个东西干什么呢？对啊。下次没有失误。哇哦，有效果，漂亮哦。这是，轻一点嘛，就这一个。好珍贵哦，台中名产。我要抽一口。哦，我这个很。要怎么玩呢？每个人抽一张扑克牌。然后我们抽两张牌。跟我们抽一样的花色，跟一样的数字。都可以吃。哎，我拿了，我先抽我的啦，好不好 ？OK， 你们先抽了。来了，沈哥来，你先来。好，要一定要我来。那我们也抽不完了，抽不完这么多。抽一张哦，一张。先不看哦。好，先看。好，我抽这一张。不是我抽一张。数字要一样，数字一样比较难。可是花色就几率就高很多。对啊，四分之一。OK， 来，大家秀出自己的卡跟。跟自己的脸，同花跟同树都可以。黑桃七，我可以啊，五七就要寡下。我黑桃可以啊，黑桃就可以吃了。对，黑桃就可以吃。哇塞，才一个中哎！红心啊，拜托啊！红心，好。对啊，最后一个机会，最后一个机会。哇！爱心，又是海耶！耶！我十。耶！那就只有我们。
三个字啊。对啊，好厌世。真的，好厌世啊。哇，我一直抽五趴也很厌世啊。哇，香啊。先围一下可以吗？不行不行，怕你给我打喷嚏在上面。梦泽最后一把让你 A 到。对。好大颗。可不可以吃那个酥饼的便当？我看前面有便当粉。难怪，人咧食米粉，人咧化石。我知道咸蛋黄，我知道咸蛋黄，还有蛋黄，干嘛舔盘子？还有蛋黄哎，里面连盘子都要舔呀。哎，上面那个不要浪费啊。谢谢各位，那个纸给我。谢谢给我，谢谢很香。纸你要干嘛？谢谢掉地上了，谢谢掉地上了。我给你让过去，谢谢地上。哎，纸是我的嘞，好香哦。它那个奶油很酥哎。太哥郎哦。天气好好哎呦，在公园最舒服了。对，到目前为止，沈哥你是两关都赢嘞。是啊，真的，陈哥真的耶，我是拿命来拼的嘞。而且沈哥基本上在外景的力量力气应该比我们多，他体力搞不好比我们还要好。真的哦，抖一下，抖一下，哦，结实的，结实的，抖一下，还好，没有，还好，那但是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叫做台中公园。这个就是我们台中市的地标。地标。那个时候我们的邮票啊，哦，都是有印象，都有印象。啊，就是以前我们还有在那边划船。哦，可以划船。有有。介绍完这个场地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美食啊。眼前的这两碗呢，是由那个雨力食事处所提供的，这个是味噌烧豚冻饭。然后呢，另外这个是蒜牛烧肉冻饭。光听名字就口水直流。然后这个松板猪呢，它是有用日本进口的白味噌来下去腌制的。哎呦，要进口的哦。它这样子烤完之后吃起来就是脆弹脆弹。在这公园里面啊，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，我有一点担心。如果你在附近有看到关卡的话，就是在这附近。啊，附近都没有看到关卡，代表你要跑去关卡。那你沈哥要我们刚来啊？沈哥完蛋了，来，请看。好，啦！全员往公园寻找线索，还好，揪出我的坏蛋 partner， 限时内前往基地举报，正确者获胜。没有跑的，没有跑的。啊，找线索啊！他们的配对我们已经配好了，我跟你们说，好，赶快去找。比如说第一个他会说你的 partner 曾经出过唱片，哦，那这样很难。曾经离过婚。哦，那很好猜呢，很好猜，不会有这种烂选项吧？不好说，举报错误的话，淘汰，当场淘汰，所以要小心的比对，然后机会举报成功过关的。你的 partner 淘汰，对，淘汰，赶快找线索，要赶快 ，OK， 好，那就大家各就各位喽。大家要加油哈，除非你会通灵。不然的话，我觉得没有十足的把握，应该不太可能站到这个回答答案。是可能让你蒙得到。我只能跟你们提醒，你要善用我们这群朋友。我就讲嘛，路是人问出来，你们自己想办法。所以我们就从这边离开，有线索的人请到这边来，告诉我们大家你的 partner 是谁。没错，啊，多久的时间呢？十分钟内。啊，有这么短了？很短哎。阿尼亚，我好大哎，搞不好一个都找不到，怎么办？十分钟之内举报正确的。那就加油喽！听到哔哔声之后，大家就散开了哈。好，听哨音，预备。嗨！一个游戏看尽人性黑暗面。徐梦泽，你找到了？我没有啊，我都一直找不到。哎，何宇文，你何宇文，你的名字是本名吗？谁要告诉你啊？拽什么拽？仁甫哥，仁甫哥。仁甫哥，不要理他，他就过不了关。哎，我跟你们讲哦，你们现在都不要理吴尊，因为吴尊好像他有什么指令。究竟这场需要叠对叠的坏蛋游戏，谁能够彻底黑心，求得胜利呢？听到哔哔声之后，大家就散开了哈。好，听哨音，预备。一个盒子也不算小。很快吧？为什么这么快啊？啊，这个干什么？他没有离，他没有，不是提示哦。哎，是这样这样。哦，
自己弄这个感觉也是很可怕。哦哦，啊！你看，发生什么事情？哇！真的快老花了。啊！被打枪了！去看一下，去看一下。我觉得一定不会只是在路边这么简单。噔噔噔噔！没有看到，可恶！好啊，除魔提示，除魔提示。吴玉英，她念过大学。我可以骂脏话吗？啊，我的脚好酸哦！来，请告诉我第一个线索是什么？请说啊。脱下直，什么东西啊？脱下鞋子，直出三个醒龟，然后有一个才有线索。好来，哎呀，好，我的脚好酸。前面，哎呦，又没有，怎么这样？啊一，哎，你还不知道高过头吗？有吗？要高过头是。好二，然后高比较有用啊。先，哎。我有草，我迈过不去。你可以帮我拿。开，走开！你不来，你不是怕草？看到，看到。他说，主谋提示：大石过外景回时间。何宇文，黄仁甫，孙协志，三个吧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那个寻梦草好像也有。啊，你也找到了。怎么大家走这么快？是他的年纪没有超过35岁。年纪没有超过35岁，谁没有超过35岁啊？啊，我的船，船儿摇。诸位，啊，噔噔噔噔，阿娘喂。将便条纸贴到其他艺人的身上。啊，这个是每一个吗？一个就好了。哦，手好酸哦。哦，手好酸哦。爆大声，很忙吧？哦，哎，你们这气球感觉是根本是炸弹啊！来，线索，哎，他的艺名是本名，王仁甫、许梦哲这种本名啊。哎，也太久了吧！我的运气真的很差哎。哎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来三，好说。他脸书的粉丝破10万，破10万人很多啊，很多啊。咦，刚没有别人发现吗？为什么找到一个？锵锵锵锵！主谋提示：他上过杂志封面。他上过杂志封面。566有上过杂志封面吗？哎，吴尊，你的名字是本名吗？我的名字不是本名。你那是艺名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谢谢你。Hello， my friend。哎呀，沈哥，有没有找到？我要找他，我的提示是念过大学，这什么来提示啊？我要你帮忙，因为我找到的是一个贴一张贴纸在艺人身上，因为我跟你最好，我们都是以前是在一起爬山的。这不是任务，是提示，不是吗？啊，对啊，我就这样子，我就马上要去拿提示了啊。哦，啊 ，Thank you， 哎、hey, ，My friend， 爱你哦，爱你哦。沈哥，哎，提示，沈哥来，你第一个提示是他的身材很好。啊！我知道。身材很好，有女生啊，啊，也有男生啊，啊，不行啊！站长，哇，怎么可能都没有？我不告诉你，我算不出来，我算术很差。你是几年制的啦？你输什么？你输什么？他不理我。
什么烂提示？那我才少了一半而已啊！提示，没有东西。好，那我提示你，他的第一个提示是，他是演员，他是演员，他是演员，我就是演员啊，该不会我要举报我自己吧？所以我现在怎么样打开来吗？现在一定要打开嘛，对啊。那我提示吗？主谋提示，他主持过外景节目，主持过外景节目吗？那就是。沈文成有，孙协志、寻梦者、汪仁甫都有，还有谁？不玩了，那我不可能，我还继续找啊。有那个仁甫哥，仁甫哥，仁甫哥，仁甫哥。算了，问他不靠谱。他的一定是说什么回头找一个人愿意回头，或者说什么话之类的。或是对，不要理他，他就过不了关，他就得不到提示了。哎，我跟你们讲哦，你们现在都不要理吴尊，因为吴尊好像他有什么指令之类的，对他就会找不到提示，不要理他。我也有指令。对对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哎，何宇文，你何宇文，你的名字是本名吗？谁要告诉你啊？拽什么拽啊？怎么找第二个了？一支电池二十是累积二十下。完成才会给你任务。一，一下啊。二。哎，技巧是什么啊？三。哥，几岁啊？我69年的。69年几岁？完了，算数。对，算数都不会。108减69。亮哲哥，干嘛？那个56有上过杂志封面吗？有吧？怎么可能没有？566哎，何宇文有上过杂志封面吗？何宇文应该没有吧？何宇文没有吗？你有念过大学吗？我有念过大学。有毕业吗？我是辅大。哦，辅大。大体系的。对啊，今年有这个心梗很好笑。是那个留起来收了。舞台剧哪还有？喂，你找到几个啊？我找到2个而已。你怎么可以找到2个啊？会不会资源回收桶里面有啊？哦，有吃的哎！找到了一个，直接开嘛！对，直接开。一个提示，他曾经拍过广告。拍过广告这么多人拍过？拍过广告，所以我再去找下一个提示。对对。这广告应该……哎呀，现在有人在这边了。他们都那么红，一定都拍过啊！我看到一个了，仁甫哥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他们都有指令的。跳绳10下。请组健康步道哈、哦。啊，健康步道哪里？在那边。好、哦，阿明帮你自己组，组6块组起来哈、哦，在那边组。跳十下，干嘛？问这干嘛？我大概差不多二十出头啊。我26，你20。那为什么开始惩罚了？就跳就跳。啊！7、8、9、8、9、4。好，提示。她是一位女生。10万人，10万女生，何宇文有10万吗？那我可以用手机吗？啊，可以用手机吗？不行啊。我记得她曾经有那种塞在花，这种中间的。徐梦枕，你找到了？我没有啊。我超紧张的，我看大家都有，我只有一个啊。对啊，我都一直找不到。
二，他是影歌式全方位艺人。影歌式那没有吴尊，吴尊没有歌。然后亮哲是不是有出过唱片？他好像有那种单曲。所以我们三个影歌式，那就是我们三个加沈哥咯。不能过去了吗？可以啊。哎，可以过去。哎，可以过。好。哇，你找到了！等下藏在这个大树的后面。该不会又要弄炸弹了吧？哎，睡睡睡。主谋提示：他跟米亚伦同年同月同日生。米亚伦几年七月几日生？我哪在？米亚伦的话，他的年纪。估计大概跟我差不多，那大概就是会落在656667这边左右。我们这一群人里面65667左右，只有何宇文。妈，你去哪里了？很久。说一下。嗨。来二十。二十。P20下来太逊了，我完全不会体检。第二个提示。他的生日在二月份。孤丸女刚刚跟我讲，他是水瓶座，孙协志是双鱼座，但我不知道他是二月底还是。子轩，你有没有25啊？有啦。那你有35吗？有啦。那你有35吗？没有啦。他说他没有35啦，没有35，没有35，他有可能是我的嫌犯啦。我犯应该跟男人，我都没看到。是要往地上走，地上看到了，小心啊！你进来看一下。主谋提示，第二个提示是他有小孩。仁甫哥、宇文姐，还有杠泽哥有小孩，沈大哥我不知道，怎么办？我下一个，我再找一个，再找一个，我这里有一个，快快快！很轻哦，这不错哦，来直接讲，直接讲。他今天是第一次来上这个游戏。我早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千鱼是第一次来，对不对？然后，啊，那个男的，那女的叫什么名字？那个千鱼跟范子轩。范子轩，啊，答案是谁？啊？千鱼现在锁定两个人了，就千鱼跟范子轩，因为第一次来饥饿，我觉得是千鱼哦。我只要再确认一个就好了。你们应该说你们这群人里面出过唱片的游戏？我没有啦，我确定。你没有？那一定是沈哥跟你们啊。我没有。哎，我干嘛是这样帮你？你有念过大学吗？啊？你有念过大学吗？我不知道我那首算不算大学。你太机车了，我刚才回答你那么多问题。何妈，你生日是几月几号啊？你生日是几月啊？告诉我你生日几月？我不能跟你讲啊，讲了就很危险了、啊。我知道你是摩羯座的啊。我也知道你是双鱼座啊。对啊，鞋子哥。哎 ，NONO 不关你熟吗？我对 NONO 熟吗？你印象中他有主持过游戏外景活动？游戏外景？你知道他几月生日？这个我没办法跟你讲。这个我没办法跟你讲。你没办法讲。你哎，有人跟你？你知道演艺圈有谁跟你同年同月同日生吗？有一个伟人跟我同年同日生。伟人，所以你的意思是想告诉我你跟伟人他已经同月同日生就对了。他已经死很久了。哎，哎，几岁啊？我吗？对啊。24。谢谢。24，你这样比大哥还要小，你怎么可能24？哎，人家讲说我比大哥还要小，我比大哥还要大哥。比他几岁？哎，这样可以吗？我吗？那你有上过杂志封面吗？我记得有吧。有啊、你有主持过外景活动吗？节目吗？有吗？我不知道。好像没有哎、欸。好像没有吗？对啊，只有饥饿游戏是就来宾啊。嘿。那你几岁啊？我26了。你最好是26，走开啦！你已经有30。屁耶、欸！我30。你这样不好老人，你已经有30。才老啊！你几月了？我不跟你讲。他刚那个表情一秒透露出我在说谎这四个字。我说你有主持过游戏外景吗？他说好像没有哎，超不会说谎。千羽 ，FB 的粉丝人数多少？10万多。
十万多。嗯，好，那我知道了。石炫，石炫，你 FB 的粉丝人数多少？很少。很少哦。很少。OK， 好，那我知道了。好，谢谢你哦。客气哦。他们好老实，好棒啊。但他回答我问题，我会把他杀掉，我好对不起他哦。我回来了。我的坏 partner， 她是女生，她粉丝人数十万人，她是第一次来到饥饿游戏。我的答案是，千鱼是我的坏坏 partner。正确。男生，你找到吗？都没有啊，整个你一个都还没有。我找到一个提示的。啊，你已经知道答案吗？还不知道，因为我现在在两个。我的答案哦，就是要两个选一个，身材最好。身材最好。对。但是是男生身材好还是女生身材好？这个问题就是这个，就对、啊、就再找一个提示啊。但是我可以帮你先删掉一个选项，就是王仁甫。对。那王仁甫。哎，你看那个什么阿美族的，你也可以删掉啊，我也可以删掉、啊。有可能会在这里面吗？人类，非常好、啊，看看看看，我累死了，我老天了，主魔提示，好，那我给他第二个提示，好，他拍过写真集，他拍过写真集，宇文姐也有拍过写真集啊，然后诺诺也有拍过写真集啊，诺诺演过戏吗？来问一下，王仁甫过关，千鱼淘汰，太强了吧，千鱼淘汰了，仁甫哥跟千鱼已经被摒除了，对。现在就剩下 NONO， NONO 跟，可是不对啊，拍过写真集不一定是女生吧？亮子哥也有拍过写真集啊，亮子哥有拍那种健身很帅的那一种，告诉我另外一个盒子在哪里啦？我现在只要有人听到，我如果听到有人说孙协志淘汰，那我就知道一定是陈哥，我就算不找我可以。你要找什么？你问我啊，我万事通哎、欸。随便淘汰就不用。你把你的线索过来，我帮你。说他是双鱼座，孙协志，我还真不知道孙协志生日什么时候。因为孙协志是不是跟我互为？假设对方也是我的 partner 他就要找你，他要找我，因为他有些奇怪的问题。是他吧？是他，是他，你就先把他杀掉，杀掉应该是。我的最烂 partner， 最坏坏 partner， 哦，坏坏 partner 就是孙协志。恭喜，正确。是你提醒我的，你知道是他，你知道我说的。对，因为你问他问题，你问了一个问题，我知道你的答案就是我。因为我一直觉得是你，但是我想要确认。你要过来答题吗？来来，婉宇，来来来来来来。他呢？是我猜你，你就是我，你跟我是相对的。对对对对对。那我要讲，你的 partner 是我的坏蛋 partner 是吴尊。吴尊，是不是？正确，正确，好，吴尊死掉。吴尊哥，我找你。你找我干嘛？拍过健美，写真集不算吧？写真集不算吧？所以那只是相片。对啊。好，我继续找。我觉得亮子哥在骗我哎。Oh my god！ 他刚刚脸是有一点闪烁，你知道我们演员呢最容易读人家的心，搞不好是亮子啊。剩下最后一分钟，我再找半分钟，然后半分钟跑回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那我上，陈哥，陈哥，快来讲，快来讲。好，我的答案是沈文琛，陈哥，恭喜，正确 ，yes， 陈哥被淘汰了。吴尊来了，赶快上去啊！你被猜对了，哈哈哈哈哈，你被猜，我被猜对了。所以是你啊！你问了问了，全部都命中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跟孙协志一样？我要讲了啊！所以我们是一对的。你可以讲，你可以讲，你可以讲。哦，我的 partner 是亮哲。正确。哎，所以我们五个，我们五个，我本来也要签。啊，还有要那个彩的，猜你的哦，身材最好的。我只有一个提示，叫做他有上过大学。烂透了，搞到一个。我没有，我没有上过大学。你太可怜，仁甫哥排我
说千羽，你粉丝团人数多少？10万人，然后就来把我杀掉。其实这个游戏哈，来问我年纪啊。这个游戏的问话技巧真的也很重要。难怪啊，我们都太直了，太老实了。娱乐圈好黑暗哦。那我是输在想太多。那所以淘汰的是我们这边有四个，还有亮哲，怎么五位？对啊，我们可以成功的。太深了！何宇文真的不是千王哎，我本来真的赢三关哎，太强，没有拿第一关而已，有第一关没有，第一关没赢哎，他没有用。但我的意思说，我离千王是发而未的，我羞辱你们的时候都还没重播嘞。请问你的英文怎么突然有 English 的腔？发而未啦，最低的是65啦，从65开始选。你选我们，我掉左边，我要跟你。哎呦，真的。好，梦者蛮旺，再来就是 NONO 了。你也很旺啊。我85。我要这边。中间有出现过5%的吗？还没。没有啊，没有。中间还没出现过。刚刚，而且刚刚是25是中间。刚刚25，就这样，他应该会换呢。你如果要超越他们，你就只能赌一波啊。好，来，那我八五。石轩，哎，我要跟人虎哥一起。好，谁先？那关还好我没有赢，因为我在选，搞不好又是5%。你预测一下，我预测哦，你预测。可是我现在我想请教你，对，这种感觉好差，应该很好啊。讲一下，那个吧。完了，不列入成绩啊，因为是我乱选的。对，好，来从哪边开？先开席子。选的这一锅，定的，真假的。那就应该5%。我应该比较5%吧。5%，2%，3%。5%电起升跟5%攻都相同得过，究竟打开会真的是5%吗？还是会复古得正意外变高%嘞？好，来从哪边开？先开席子，选的这一锅定的，那就应该5%。我应该比较5%吧。2%，3%，2%，3%。是不是要可以传承给你啊？对，这个是传承啊，太强了。好扯哦，好强哦，猜的还猜的吧？但其实我也还是算准啊，因为这个是我自己选的。怎么可能啊，太扯了啦！好，剩我们两个，对，我们一起开了，你看，1、2、3，2、3。NONO 的苦也是非常好，他演技很好，对，我好像从来没有低于40，所以我估计你有可能今天会是奖金挑战赛，拿奖金。你们拿到15的同时呢，我们这边输家因为还有几位，这是最后一次使用，哎，就就用啦，用啦，输家冲进来，只能用了啦，你是10%的，10%的，10%的，好呀，来吧，机会我们就能吃10%，机会。三个牙缝也好，我的果然是好的，对，就只是抽5%而已。你们三个吃的比我还多哎，还有那个牛肉，然后再配上了这个炸过的那个蒜片，蒜片，然后再配上还有那个三岛香松的芝麻跟海苔。哎，我烧肉，我们这个比你还多哎，我说呀，等一下，下午谁没有吃到？只有他们两个，他到现在还有95哎，好的，对啊。小心鸽子待会大便在你头上，离远一点，离远一点，我去台中转运站转运一下。走进这个地方有太多焦点，先是看到漫威，又看到了关主，又看到了美食，我们都不知道把焦点要落在哪个地方。对啊，没有，但这个地方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其实我们之前来台中的时候也来过。对。但是在这个广场里面，它现在很明显后面就是个漫威的十周年。对，所以也跟这里有做一个结合，对不对，关主？是，这边的话就是在漫威影业有10周年的一个特展，会展到5月底6月份这样子。哇。对，那里面有很多限量商品都可以就是。
相关。那我可以请问一下，门口这个公仔是一比一的大小吗？一比一大小都是。要命！你看那个浩克有多大？对，哇！我们第一次来，没有人在管餐的哦。前面都没有要理，我们全部都被他吸走了，太赞了。好，那我们关主来介绍一下这边好了。好，这边的话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台中最好玩的购物中心——大鲁阁新时代。嗯，那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地下一楼美食街有新开的这个麻善堂，麻辣牛肉面。麻善堂很有名，对，它是中部独家。哦，那再来是这个是一卡的鸭胸菌菇骨炖饭，鸭胸骨炖饭，对，鸭胸脸多的，对，樱桃鸭的鸭胸，哇，不得了了，哎，这两样东西，哎，在最后一关的时候我们吃到，那是一种满足，吃得饱又对，而且这个辣吃完开胃了。好，各位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到底要挑战的是什么呢？各队合力完成百货冰果盘，借为一样商品可抽一颗号码球，率先连成一线是队获胜。好，那就分队很重要啦，是麻烦嘞，好分队啦，这边肉点的一队，没肉点的一队。先选哦，所以哦，下面原本是泰勒和泰鲁哲。指定商店物品还有号码牌都在我们身边。是的，那我们这边第一棒就是哇，然后我们就照这样子排过去了，就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好不好 ？OK。我要借的是牛仔裤，我要借的是眼镜布。好，加油！好，好，没有跑，没有跑，没有跑。哦，我跑不到。哦，你大腿酸，你大腿酸。戴眼镜的就会有眼镜布啊。太漂亮了，这边就有一件。对不起，打扰一下，请问你们有牛仔裤吗？可以借我一件吗？随便都好。谢谢你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，我会拿来还你哈。谢谢，谢谢。请问你有眼镜布吗？对，你有吗？好，跟你借一下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Stand by, stand by， 第二棒 ，stand by。啊，我走不动，我要进去。好，我进去。我就自己抽嘛，那我们先把牛仔裤换掉喽。把眼镜布，来，你上去就牛仔裤。十三。好，换起来，下一棒。下一棒谁？五。我要。好，出发。你去。不要眼镜。牛仔裤，上去。你上去就牛仔裤。谢谢你哦，谢谢。哎呀，电扶梯怎么在另外一边呢？可以抄小路吗？没有小路可以抄，又不能跑，又不能抄小路，这样搞得很紧张。太快了，华人不太聪明。来，牛仔裤，快点，十二号，好，画起来。好，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裙子好，上去走，拜拜。拜拜。裙子哪里有裙子？这里应该会有吧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你们这样有裙子吗？随便裙子都可以。谢谢。时间行走不懂啊，真的要这样子就购物起来了。这么顺利？他好像说他缺裙子还是什么？就是，因为我估计二楼没有卖洗发精的店。看到吗？有药妆店。沐浴乳啊，这个我来。嗨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是饥饿游戏，是可以给你借洗发精作为道具，当然还你吗？可以哦，好，谢谢。他说可以。哇，你看他们又回来一个了，不行，不好买。我们又回来一个，来裙子，来抽，抽一个，又卡住了。一号，好漂亮。好，有。徐梦泽，你要什么？然后我要借项链，好，徐梦泽够。项链，我。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在录饥饿游戏，然后我可以跟你借一条项链吗？一条项链，随便一条就好。随便一条，你跟他借，你跟他借。哦，好，我随便一条。对，随便一条就好了。好，谢谢项链。谢谢项链。
不要跑，你不可以跑哦，你不可以跑，慢一点，你不可以跑，不行，哎，我们快走，我们可以快走，但我们不能跑。可是我腿很短，我腿太短。你两脚不能同时离地哦。好像有人回来了，好像有人回来了。又是我们 ，yes。哎呀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呀，回来了，下面，下面。好，下面来，看，抓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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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心，小心哦，小心。接棒，抽球给镜头看。抽球给镜头看，十三，你要什么？我要2号，33张，33，确定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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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去右手边，上去右手边，走。你要什么？2号，2号，33张，7号，确定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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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借项链，快点！小车，亮哲哥，不可以跑。不可以跑，不可以跑！我们这边要遵守规则，好不好？不可以。对，没错，我不要再犯跟一样的错误了。哎，我借什么？好，我忘记我借什么。拉项链，项链，项链。哎，请问有帆布包吗？我们家是尼龙哎。怎么会这是尼龙呢？就是要卖帆布包啦。对啊，不可以只卖尼龙啊。帆布他们家。帆布，帆布。这个吗？好。确定是帆布哈？不要再糊弄我，我刚浪费了3步哎。不会。像像像像，请问可以跟你借一个项链吗？项链，对，要什么样子的？最便宜的，不会弄坏的。谢谢你，因为我没有钱呗。谢谢，你知道赚的不多嘛。好，我回来了。漂亮漂亮。包包，包包来。我来带。我待会是去袜子。帆布包，帆布包，好嘞，来抽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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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项链接到啦。来，抽球的镜头看。6号。我要去借袜子，走。项链接到啦，来抽球的镜头看。6号，哎，好，来给我。得到号码是好3号。我要去借袜子。3号在这。那个沈哥换你了，换你了。要借什么？你要跟镜头说。跟镜头讲。法库，法库。好，法库。走。OK，Let's go。Go。袜子，运动明天一定有袜子，这里一定有袜子。全校你们有袜子吗？有，我要跟你。袜子，借一双袜子，随便都可以，有就好了。好，就他了，谢谢。好，够袜子，走。你看，我们才3颗球，他们已经5颗了。我们有。你们洗发精找太久。没有，因为洗发精本来用的干净，已经有了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沈文成，我想跟你借个发箍。我们队友借过，你要换一间。哦，是啊。哦，来这边借过了。哦，他借项链。那边还有房子，好多房子耶！我的天哪！2楼那边是袜子，来，来，好快哦，你们！我来，No space 吗？对，什么 base？ No space， 对面有，你不4号，4号。我擦手，够！我要选什么啦？吸管啊！他要吸管，他要吸管。可是这样我压力好大，为什么要选这个啊？吸管啊！吸管，谢谢。2楼，小姐，2楼、3楼哪1楼有咖啡厅？我从这边走吗？右转。请问哪里有在卖法箍？哪里有法箍？哪边有法箍？法箍啊，这边。小姐，我可以跟你借一根吸管吗？不好意思。谢谢。我们在比赛。谢谢。Go。沈哥是逛起来了吧？他应该好像买一些吊。他是逛起来了吧？对，快来。他是不是掉到逛到吊杆界了？有。慢慢来。那你待会就是我们会不会五棒都还没玩完，你们就结束了？我觉得这个几率相当之高哎。来，抽一个。沈哥是不是法箍不难啊？法箍啊，沈哥刚刚说想看复仇者联盟啊。16号。哎呀，没有。好，你去。好，好险，很远。你要什么？你要讲。登山杖。好 ，Go。法箍不难呐。这边啦。Hello， 你好。哦，你们法箍好漂亮。我们做那个饥饿游戏的节目，要跟你借个法箍，等下就还你。哦。我拿一个这个哈，不灵不灵的。快点。不能借啊，不好意思。什么？不能借。好。请问你们有登山杖吗？谢谢。谢谢。
奇怪，为什么从第一棒开始，我们这边第一棒我就回来结束之后，然后开始渐渐的就变得感觉没有竞争。因为你们的第二棒是吴尊嘛？没有，我是第三棒，第三棒，你们的又回来了。对，这个是哪了？慢慢走，慢慢走。来来来，漂亮漂亮！来抽一个，抽一个，抽一个！他已经逛齐了。来，什么东西？给大家看，三号有没有？没有。好，许梦哲，我要借毛毛。好，毛毛 ，Go！ 哇，你们听三栋了哎！天哪，你们输了，不要借的吧？这个应该最不稳。他们听三栋，目前只有三个栋。我先借，先下台借。到底蛇哥去了哪里？来来来。登山用品的一定会有。这里去过了。你们都没有人去三楼，所以二楼快借满了。你们都没有人去三楼。天哪，两个，哪两个？我都那么说了，毛毛，我要在登山用品借，然后给我借走了。整个去了36天，你找去啥老呀？啥老了？不难借，不难借。抽球，抽球，整个抽球。有去借过。好，来抽球，抽球，抽球给镜头看。没有，八号，好，后来 NONO 上。我要借袜子。八号，八号，报告。有我们一吃听，一碰就听了。你好，请问可以跟你借袜子吗？袜子。对，你们有袜子吗？你们没有袜子，好。没关系，他们没有袜子。Erin 见过了吗？没有。请问有袜子吗？袜子有吗？可以跟我签借吗？借一条袜子。谢谢。这个吗？啊，对。谢谢，谢谢你的配合，太好了，我非常的快。不是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有毛毛吗？你们现在毛毛有没有毛毛？可不可以借我一下？只有这一笔而已。没关系，我只是要。这个可以吗？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它就是毛毛。谢谢。哎呦。竟然意外让我问到唯一的一顶毛帽，耶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！诺也走回来，啊，许梦走回来了，不错不错，诺诺也回来了，感觉开始有一点点竞争力了，对对，竞争了，开始竞争了，我们终于开始平起平坐，来来，不要不要，10号、19号、19号，这里，哦，好，换我了，加油加油，差一个差一个。等我了，我要借的是鞋垫，我要借的是眼镜布，眼镜布，眼镜布。等一下，我借的毛毛借到了，好，抽抽抽，十号八，这里，九号在中间，好来，我要借的是眼镜布，鞋垫。还拉不下啦？借什么？是上来要慢慢走，鞋垫。眼镜垫在哪里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可以跟人借一个眼镜布吗？谢谢，不好意思哦。不要借，不要借，不要还，不要理他。请问你们有鞋垫吗？没有。你们都没有去过三楼，去三楼看看。我一定要去吗？他们有鞋子。哦，太好了，谢谢你。超危险，他们听一个，我告诉你，这种东西有时候很难说，对不对？第一页，不要命要命的，太危险了。我们一回来就捞到一号。他们也是二要命的。一号，谢谢谢谢，你好，我是借游戏，可以跟你借裙子吗？谢谢，耶，裙子嘎咚。哪里有卖鞋、啊？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不好意思，请问有鞋垫吗？鞋垫。对。为什么没有鞋垫？你不是卖鞋的吗？我这边没有鞋垫。真的假的？请问有你们有卖的鞋垫吗？大的那种。这就是啊。谢谢谢谢，是鞋垫。好，我们回来了。怎么那么久？一号对不对？对，一号，抽到一号我就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是，不是，一号，不要，六号，六号，漂亮，六号。
把我的奖金给你。
的？大气，真的大气。你说如果你赢的话，奖金给我，就给你。但我跟你讲哦，我没有在跟你做效果，我真的拿哦。你拿走，它这个牛肉面，牛肉面是拉面，弄的，对，它是拉面，所以它是很 Q 的。想那汤头怎么弄的？是有麻辣又有牛肉面的味道。它的牛肉面是属于像麻辣锅的，对，麻辣锅的牛肉面。哇，蘑菇锅啊！对，而且它的那个豆皮卤在里面，这真的哦，好入味。啊，蘑菇。juicy。来，趁你们在吃东西哦，来那个陈哥，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？我们今天感想。我今天是虽然。功败垂成，但是呢，收获很多。能够跟你们这些小老弟、小妹妹们在一起，共度一个最快愉快的一天呢，我觉得值得了。还希望说我真的没有拖累大家。没有，你已经比很多人强了。你第一次来没有去哎？没有，而且扣他那个相扑哎。烂东西才就是我发现吴尊最有严重的问题是他搞不清楚游戏规则。对了，他是抽签抽到的，也是命。那个命运跟机会，那个抽到五万，所以他等于还是一百。共啊，对了，对啊，共过他这个是我们的开心果啦。对对，加油！谢谢啊，谢谢吴尊的哈，然后也恭喜王润福获得今天的优胜。桌上依旧是一副骰盅，但是里面有12颗的骰子，然后那边也有一组哈，要怎么样玩呢？冠军跟我们轮流摇骰，摇骰之前先喊两个数字，如果打开之后有的话，那两个数字可以拿掉。你先清空的话就有8000元。哦，所以你这个8000块也是很难的，1/2啦，要猜中自己骰的骰子。好。为了许梦哲的隔热纸，我拼了！为什么是隔热纸？因为8000块差不多可以换一下隔热纸。那号码都是他喊的，对不对？自己喊自己开的。你也喊你自己的吗？对，我喊我自己的。好。一人一次啊！紧张了 ，Lucky Number 5跟6。哦，跟六，清空。还没有五哎，5、6，哇！来换你们。哎，我们一次拿6颗，压力好大，他压力好大。来了，拿两个数字，5跟6。哎呀，杠上了啦，杠上了啦。哎，有五啊，两个，6而已。他已经直接拿掉一半。对啊。什么？6？要玩是不是？5跟6，人补了这个第二 round， 里面只剩6颗骰子，有没有可能他今天会拿走奖金送给许梦哲呢？请到我们的粉丝专页私讯给我们的小编，就有机会可以得到精美的奖品。5、6代表着我们的感情，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。1、2、3，漂亮漂亮！还有一个六。3颗哦，3颗，哦，2跟6，哦，你现在是攻击性的，在呛虾的意味哦，表情好邪恶，在呛虾的意味哦，哎呦，2跟2，1跟6，一样，5跟6，啊有，坚持哎，哇，好帅哦，哇，帅哦，豪气干，各位，3个。待会就直接拿去，信不信？各位真的啊，2、3。三。哎，刚那么帅是怎么？刚没有进过口，刚进过口了。真的，没有，总是要帅一下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哎呀，哎，是说大家有希望了哦。1跟4，哎呦，是我们的。两边是有连接的，有追上，3个1哦，目前人府剩3颗，主谋剩4颗，究竟占有先骰优势的人府能否率先清空骰子，赢到奖金补偿梦者呢？1跟4，1跟4，哎呦，是我们的，两边是有连接的，追上，3个1哦，3个1哦 ，tempo 加快，5跟6，哦1、2、3，必击，就
是没有跟六。对，其实比你紧张的是徐梦，因为奖金是他的，一跟四。哦。啊！一跟四。哦。啊！太丑了！我们摄影师都压走了。怎么可能？你去看一下，你们上次在高雄一次也是给我们玩这个，然后这一次又一把把我们杀了。夏天到了很热。对呀，许梦泽他没有贴隔热纸哎，很热。建议啊，给制作单位掌声鼓励，他太辛苦了。太厉害了，他们能投入奖金都好开心。对啊。哎，各位来宾，下一个礼拜我们的奖金就会累积到9000元哦。哇，太神奇了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我要来，我要来。奖金，大家都还要再来吗？如果要，希望大家下次都再次来玩哈。OK， 好看的饥饿游戏，下周见。